大家好，我是缪斯乐器的李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两台琴的音色示范。第一台呢是卡哇伊的 CN29， 第二台呢是 Roland 的 F701。那这部影片呢，我们会透过两个方式来为大家呈现这两台琴的声音。第一个方式呢，是透过麦克风收音，直接收音这两台琴从喇叭出来的声音表现。那这种方式呢，也会比较接近您直接来到现场听到的感觉。那第二个方式呢，我们会用 line in 的方式来录音，也就是不透过这两台琴原本本身喇叭发出的声音，那这样也会比较像是你戴着耳机在听这两台琴的声音。那以下呢，就让我们直接来听听看吧。Thank you.
喜欢哪一台的音色呢？那欢迎在底下留言来告诉我们，跟我们分享。那如果你对哪一台型号比较有兴趣购买的话呢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缪斯的官网选购。如果你还有其他想要听的音色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。